好像是魔术师，先拉了再说。能不走位？啊？那你不完了吗？你这一波失误，游戏结束了。现在打汽车刀。这都算，没滋滋，再陪葬一个，先把前门挂了。哎，我又来打汽车刀了，哎，算了算了，稳一点。哎，这都没打出去。希望这里面是个机械师。真是魔术师跑了，那这边是谁的修呢？机械师的娃娃。
推抓到他人了。就刚没打出去，心脏。应该是要刷死了。救救救！我这边稳一点，直接杀死他。以免翻车，我要贪的话，我肯定会凉。去打稳一点，这边两台在修，拉个听器吧。现在只有一台就行了。这粉刷的。稳一点啊！我要守人守到死，已经吃过亏了，可以不用守。我有愤怒，我不怕呀。
哎，怎么炸一下不听使唤了？你要拉不过来，你何必呢？你再装一个，再装一个，再装个瘟疫，再，那出去盖他一把。 就要求这台，应该足够修完了，修完了大概就要去救人了。 大鸟有用喽，闪现带走。 去了去了去了去！放啥呢？ 200。 什么情况？我感觉像拉了一个推进器就直接撞了。
我墙上拉呀，这是。等我抽个球，我还能捞一宿，我的怀表还没用。 不是你，这不喷香水的吗？ 那小伙子，他都不回去了，他就往没板子的地方跑，贼狠！哎，我卡了，我卡了，卡了，我靠！ 我这手不应该带金身吗？闪现的比金身好用。慢了，慢了，慢了。慢了，慢了。咬不下来，还送我二级隐身，血赚不亏。 啊，打一个洞我就走。可以，沉迷修炼机。找到二瓜，不着急。 再去抓人，没有怀表，我打个双刀，哎，挡刀，这么祭司给打倒了。
及时的治愈交得快，差一点。 然后祭司会在呼叫堂修，其他人就在一些危险电击修，我要追祭司，游戏崩了。哪个狗贼一直在外面放烟花哟？然后祭司。 有机会了，他这边加速跑了，八成他要进那个进教堂，要进洞了。希望祭司没打吧，没打我就有机会了。空了，这。 想我闪现要不要交？反正无人都要出来了，不交。好，现在。 节奏有点伤，因为电击修完了，然后前锋在两个人，两个人想救他，这个祭司也有想法。哎，你没，快秒吗？ 就是刷的，传送木的很慢。
快救援！又刷，800。 被治愈的魔术师，他输了。我这边放心，只要及时不就赢了吗？闪现也快好了。我前锋一定要带怀表。 救人去了，还真是。计时中刀。 快点！还是有闪现回应。 他躲在电梯后面。 这么差呀！你像这种村点，我是巨难受。我要跑到小船去找人，然后小船那边的人肯定是个前锋，就肯定不是一个好抓的，就很难受。然后他这边打个洞，直接追吧，他是那个。 他第二个洞还没出来，还有点时间。死了。哦，这么快就转过来了。 区别，别散了。
亏了这一波，这中起来了。啊！ 三级的狙金狂，这边直接守，让他拖吧，大不了丢两台。把祭司针对到死，不然我这把要输了。惊了，我这都没打中。 修完了，完了，他没修完，我可以骚扰你。两个人跳出去了，还剩一台完整的，不知道几有传送。 直接追，直接追，不拖了，不然游戏结束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放了吧。我抓魔术师翻盘几率大一点，抓前锋几率太小了，感觉碎石段的翻车。Nice。 这种几率就打赌了。这波直接传，两个人在修，应该。boss。然后他肯定要去救人，见机就守。 现在就有机会了，不然我要一味的守他的话，游戏就结束了。然后我这边可以抓他了，修不完，还有三分之一。
还有一根魔术棒，美之玉。看这有没有推进器了，运气不好，前锋，还是个前锋，他这运气是踩的狗屎。刚到的这个人，后面谁来修？看一下，好像是修三连啊。哎，怎么撞了？头铁，什么操作？骗他一下，他万一再撞，哎，就喜欢你这种贪球，他觉得自己能撞起来。魔术师来了。他一个，还放盒子，我是吃了。打他，不然他要去捞前锋了。
15点在前锋，前锋摊球，他以为自己。